茶叶。今天这个行情啊，八八八八推得很快，要福鼎白茶，来来来来，哦，这边还有恩施藤茶，哦，恩施藤茶，哦，福鼎白茶，哇，这个是白，这个应该有点年份了嘛，这个牡丹吗？牡丹散茶，牡丹，福鼎白茶，我看这箱子也是很陈旧的感觉，2014年的，2014年的福鼎白茶牡丹，对，攀西无阳山的。攀西无阳山的，确定是攀西的吗？确定，确确定定。哦哟，攀西无阳山的，我的妈呀！对，荒野的，全部荒野的。我这看还是日晒的，很平整。纯日晒的啊，很平整，好香哦！打开全部那种蜜香。对，我过来纯日晒的。哦，每一颗你看看，全部都是。对啊。哦，每一颗全部都是，你看看。嗯。芽头。荒野的。无阳山的。嗯，无阳山。哦哟，这个。无阳山知道去过没有？这个还是有马蹄头的这个。啊，荒野的，你看马蹄头，看到没有？这个马蹄头，来，主播先给你们发个福袋哦。这个是牡丹，这我要老白牡丹，老白茶牡丹，这几几年的牡丹？2014年的牡丹。来，左上角，好香哦，它。闻闻它，我过来就是香，有那个朱古力的味道出来了。对，我就闻到。来，左上角主播发了2000抖币的福袋，去发表一下评论，加个关注，加个粉丝盾牌，领取一个福袋，感谢你们的支持。有多少人想要这一款茶的？你们心心念念的，念了2年的牡丹，它来了。什么价格啊？这个2014年的760。哦吼，价格也是有年份的，价格也是够狠的，760。今年还行啊，这个花野料，你看你自己看。今年做完的牡丹350。哦，今年的牡丹做完350，你都翻了一番了。我几年了？七年，那你七年之前的牡丹这个原料也不用那么贵的，这个是已经涨完的价格呀。今年什么东西都涨价了。哦，今年的牡丹350，这个你这个牡丹要760，760，贵了，不贵的，这个茶这么。小心你拿去泡一下，泡完先我泡完喝喝，这个仓储味怎么样？好，味道很好。好，味道很好，都你说了算就好了。你喝了就知道了，不是我说的算，你要去喝的。有多少人想要这一款白牡丹呢？哦，零几年的，2014年吧。哦，2014年被嫌弃了。哦，2014年7年的差不多吧，这个颜色我看7年也差不多的。哦，开个汤看一下，可以的。哦，我们先去开个汤，你价格放下来呗。啊，大姐，少个10块给你，750给你。哦，可以啊，七百五，价格贵了。你说550，我马上，我跟你说，你只要说550，我泡也不泡了，我就直接给你拿了。还有几箱？啊，就一箱茶，就这样一箱茶叶。那这种花野的有多少茶的吧？这个也没有的呗。等级是很高，这个是都已经是牡丹王了，已经可以的。这个等级很高。哦，这样吧，我先去冲泡一下。价格，你价格放个一口价，少多少钱不卖的价格来一个，好吧？谁说给你？700块钱，可以了嘛？直接少50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有意思了。哦，这一款茶有意思，有意思。哦，你们心心念念的这个老白茶散茶，哦，这个牡丹王它来了，整整7年陈的，哇，1年茶、3年茶、7年宝，哇！你看看，92年的茶经马上就出来了。哦，陈忠茂院士说的。我以为92年的牡丹。92年，这不是92年的牡丹，92年茶经。嗯，92年的茶叶啊，04年的，刚好7年，哦，14年的，七年陈，这个哦，你看看，我跟你们说哦，白茶的年份不是看它的汤色的，汤色你20年、30年的汤色，只要不闷，啊，不闷泡的时候，全部都是这样，近似以白为贵的。陈忠茂院士92年的时候对这个福鼎白茶有过注解，嫩度越高的，不管是什么年份的，它的颜色都是近似以白为贵，汤色是看嫩度，啊，越白的嫩度越高，像白毫银针一样，它的嫩度会更高。你看，关键看内物质。嗯，这茶全部都是茶皂素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春醪的味道，哇，老板，你闻一下有没有酒香，有没有酒香，有没有朱古力的味道，有没有，你看看有没有朱古力的味道，我的妈呀，朱古力的啊，14年是7年陈，7年半，整整7年半，啊，87年7周年。我跟你说，它这嫩度再往推10几年，它这可以当银针卖了。
它很高啊，这个你看这个等级很高。对，这牡丹，牡丹王有些都是银针，你看。全部都是，你看看，很多都是银针。牡丹王价格也不贵哦，老板。啊？价格也不贵，开价700块钱，就一箱茶叶，就一箱茶叶。等一下我给他550拿过来。啊？有这么厉害吗？我会坑蒙拐骗，我会坑蒙拐骗。哦，我有说教方式。哇，真的好香好香，春老的味道。来来来，我先喝一口。哦，小助理的话，小助理给他们唱个歌。啊。唱什么歌好呢？人生短短几个秋啊，不开不罢休。让东边我的美人，西边黄河流。来呀来个酒啊，不醉不罢休。停停停停，咋样？好喝好喝好喝，里面的全部，我跟你说，嘴巴都落到嘴巴里面的滋味，这个嫩度啊，哇，全部都是好。银针一样的，它真的都在嘴巴里面的滋味，做米汤感、绵柔感，水的细甜柔优，哇，太爆赞了！关键它的蜜韵也很足，甜香蜜韵带蚝香的，走走走走走，赶紧走了，走走走走走走，赶紧的去盘个好价格。你们把自己心目中的价格也可以抠出来，好吧？2004年的整整7年陈的这个牡丹，主播现在在的位置，你看。市场里面，在市场里面。老板娘怎么样？口感哈？口感没问题，口感没问题。对，就这个价格，价格。价格也，我得说给你了，700我已经下来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个茶叶你700，你想在这里卖卖不掉，你要拿到福鼎去卖。而且福鼎他们要的话，不会一箱两箱拿。你如果福鼎700块钱能卖得掉，你不会来到浙江丽水松阳，对不对？你这个有年份的牡丹，说实话哦，他们要尝个鲜，可能会买个1斤2斤。那像我这种长期可以收茶叶的，收这个牡丹的，给你尝。长期有战略合作的，我相信不多。你如果不想走掉，你不想找客户，你今天把我拿去吗？我整箱都把你拿去，我不会。我不会1斤2斤的拿，甚至你家里还有这个牡丹的话，我都会帮你拿掉。没有。没有了是吧？没有就白砍。20块给你。少个20块钱。再少20。680。680给你。550，550一口价。我帮你其他的茶叶带一带，帮你其他的茶叶带一带。你不要说卖不出。你只要拿出来，我相信550对你来说肯定是挣钱的，因为早期的茶叶14年早期的茶叶，你这个成本价做完只要150、160就可以了。说实话，我现在给到你550，就是说你少挣一点而已，挣钱是这肯定是挣钱的，对不对？你也要给我今年牡丹做完之后，像潘西今年的牡丹做完350，我给你550的价格，该你挣的钱，好吧？能走我给你带了，不能走。也希望你能走吧，也希望你能走，因为今天市场行情也不是很好，你看整个市场，稀稀拉拉，稀稀拉拉。你也不要一口下来，你总要加出来，你一口价。我加你没问题，加几块钱穷不了我，也富不了你。我们关键是要你情我愿。我相信你不可能就来这个市场里面就带一箱的茶叶来卖，肯定还有其他的茶叶的。你认识我。茶叶有的。今天行情不是很好。你如果是有其他茶叶的，我帮你其他茶叶带，这个茶叶你就便宜点卖给我。可以，我好吧。你来左上角，左上角主播发了2000斗币的福袋，左上角主播发了2000斗币的福袋，宝宝们去加个关注，加个粉丝灯牌领取一个福袋，买不买茶没有关系，来我直播间福袋让你们领到手抽筋，感谢你们的支持，福袋领一领，把我人气上一上。我558，一口价558。再加20块，我也一口价卖给你。这20块钱，578。你20块钱加给你，我完全可以。但是你其他茶叶，我帮你带了。你其他茶叶你不用想，我帮你带了。就是一码归一码，就是再商言商的那就。我一直不知道你加多，不加你赚30、40，我就加了就20块。我跟你说，我给你的这个价格是希望其他茶叶帮你带带的。你还有什么茶叶？你带来还有什么茶叶？茶叶有，这里的。你就告诉我你带过来有什么茶叶哦？带过来还有那个饼都有。带过来有这个茶叶的这个寿眉饼。对。还有七七八八的饼是不是？饼有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茶叶558的价格卖给我。我把你其他茶叶带一带。如果你说578没关系，我加20块钱，我能加得起来的，没关系的。但是其他茶叶我就不带了，随便你，好吧？我不能加的。来这个市场，你认识我，这是你的福气，就像中了一张彩票一样。至于里面的金额是多少，这完全是看你格局的。
你能行就行，不行就算了。我一般，我跟你说，一般的茶叶我都不跟他，没有跟他们这么啰嗦，行，就拿来，不行我就走了，对吧？等会这个茶叶，你，我相信你卖这个茶叶也不是说就为了卖这一箱茶叶，也是找客户的。换成今天普通的老板过来，你也可能不会卖这个价格，是不是？那会不会卖？我就问你会不会卖？别的老板过来，你这个价格会不会卖？不会卖的。那你的目的也是很明确的，我也知道的。像这种好茶都是抛的抛砖引玉的，就是卖这个茶叶配其他的茶叶。对，我给你配了558的价格，能一口价给你拿了，走吧。再加点，然后再加点，就一箱，一箱就几斤东西，你说是不是？一箱你看看就没几斤东西啊，你去称一称。但是这个箱子啊，真的是给它白茶啊，给它有年份了，放的有点年份了，都变形了已经。对呀。福鼎白茶啊，就32斤，这里有写着。来，左上角，主播发了2000抖币的福袋，去加个关注，加个粉丝灯牌，领取一个福袋吧。能不能走？不能走我就过了。总要再加点，加个最起码也总加个10块钱吧。我不说，祝你卖个好价格。不是说我这个价格不能加，是我觉得你没有情义在。我刚才也跟你抛出橄榄枝了，我说你这个茶叶卖给我，我帮你其他茶叶带一带。就凭我这句话，我觉得你。给你，那你其他茶叶你要把我带好，你说好要算好。肯定把你带的，你放心。可以。558的价格拿下。我的妈呀！558的价格。便宜。炸了！你们赶紧的去某东某宝上去查一下。2014年的，继续给你们发福袋啊！稍等，558，我的妈呀，我真的是，可以啊，32斤，这里写着那个，你这里已经写着32斤，3斤的箱子，对，然后这边，白牡丹32斤，对的，32斤的，3斤的箱子，32斤，558的价格，小仙女跟他结账，钱。马上跟你结，一分钱都不欠你，好吧？五五八的价格，你说主播给力不给力？这一款茶叶价格贵不贵？贵的打贵，不贵的打不贵，贵的告诉我谁家的比我便宜？总共只有32斤，真的又是拼手速、拼网速、拼你们的购买速度了。这是无阳山的潘西无阳山的福鼎白茶，你们说贵不贵？不贵，你们说贵不贵？贵的打贵没有关系，我不会拉你们黑名单的。你们去货比千家，货比万家，价格数的来退货，品质数的来退货，你们就说贵不贵就可以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一款茶，凭良心说，你们凭良心说，贵的告诉我谁家卖的价格比我便宜。这是2014年的，整整7年陈的，福鼎潘西无阳山的茶叶。来，宝宝们，来，有没有人说贵的？没有人说贵的是吧？来，给你们炸一波福利。给你们抢一下，让主播感受一下当大主播的感觉，好吧？只有32斤啊，32斤，一四年的，整整7年陈的白牡丹。来，倒计时5秒钟时间，给你们上链接啊！福利价管理558的价格，就32斤，给我炸一波福利，宠粉一下这个茶叶，老粉丝们一定要买。来，倒计时，5、4、3、2、1。上链接展示，点击下方小黄车无票车，选择一号链接去抢购500克、250克，任你选购，商家赠送运费险，零风险购物，全凭保障，提交订单拍下即可。我们四天茶叶直播间，售前有主播专业的选茶，售后有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的保障。买到的茶叶跟主播描述的不相符的，打开过的、喝过的都可以退的。我们怎么了？你看看，绿雪某。6年陈牡丹，50克，400块，也就是四千斤，四千斤，6年陈，我们几年陈？不要划，不要激动，不要整。我们是七年陈的，绿雪某，6年陈的，50克，400块钱，我们买50个来我们这边都可以快买到1斤了。对。就是来我直播间只要四千一斤，它是4000一斤，我们是558一斤。你们说我是不是良心的主播？良心主播，你收完。嘿，一句话都不用说，你们长本事了，不用我说专业了是吧？来展示，来拍下未支付，点击下方小黄车，在更多里面找到订单，在我的订单中完成代支付，拍下即可。我的妈呀，你们好快啊！
不过只有32斤呢，只有32斤，1000多人抢32斤。来，左上角主播发了2000斗币的福袋，去加个关注，加个粉丝盾牌，领取一个福袋，去发表一下评论。我们直播间里面这都是真实的人哦，不是假人，你看看，领取福袋的人都有哦，没有引导之前都有441个人领取了。来，给主播把福袋先领取一下，来，管理10秒钟时间，把拍下未支付的库存给它释放出来。来，库存已经释放了，展示。来，最好的库存，点击下方小黄车物标车立即购买，上家赠送运费险，零风险购物，提交订单，拍下即可。能拍半斤的不要拍一斤，好吧？这款茶叶是2014年的福鼎潘西